大家好，今天是小年夜，我要向所有的国人同胞以及全世界过农历新年的朋友拜个早年。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我们持续因应疫情带来的各项考验，国际以及区域情势也出现很大的变化。今年依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执政团队会全力以赴来积极因应疫情、全球性通膨以及供应链重组的挑战。面对中共军舰、军机频繁扰台，甚至在台海周边进行军演，政府坚定维护台海和区域的和平稳定，国军也坚守岗位，全力守护国家安全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我要谢谢国军弟兄姐妹的辛劳，也感谢在年假期间所有值班的警察、消防、医护、国营事业以及各行各业许多持续提供民众服务的伙伴，大家辛苦了。过去一年，感谢全体国人同胞的努力跟团结。新的一年，政府会持续的拼经济、拼复苏、守主权、护和平，也要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，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。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，新年平安，新年平安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， Happy Lunar New Year。